日，湖南卫视官方微博发博表示，经典泰国爱情电影《初恋这件小事》将翻拍中国版电视剧，并透露该剧共28集，将于今年的10月开拍。电视剧的剧本在遵循电影内容的基础上稍作丰富。对于电影的翻拍，不少网友表示十分期待。对于谁适合出演小水和阿亮学长，各抒己见，还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标配 CP。刘昊然、谭松韵、刘昊然与欧阳娜娜，还有鹿晗和迪丽热巴等组合人气颇高。也有不少网友对这部电影的翻拍不太看好，直呼经典总是逃不过被翻拍的命运，求不回。